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期的 JJ 秀村房评。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房子是一套位于 Kitty 区很好的学区的一套房子。这套房子的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，它是$345,000的报价，有五个卧室，然后四个可以洗澡的洗手间。所以这个房子，而且它有三个车库哈，在$345,000能有高挑厅、四个这个洗手间、五个卧室、三车库的，这绝无仅有的一套。而且它离学校的距离非常近，就是走着也就是3分钟就到学校了。所以这个房子的性价比真的是我觉得特别特别高的一套哈。但是它的居住面积并不是特别大，它的居住面积是3000尺多一点，可是它的功能性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。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房子。如果您对休顿地产感兴趣，或者对我的房评感兴趣，欢迎加我微信，关注我微博联系我。我们现在看房子咯。这就是今天我们想看的这套房子。这套房子报价是$345,000，非常好的一个报价，因为里面真的非常好，这种户型有卖到将近40万的。然后这个房子是有三车库，所以感觉就很宽，整体在外面看到这个房子的感觉就比较棒。然后你看外面它维护的两个这样的植物啊，做的都很漂亮，挺精致的。房子里面空了，但是依然能感觉到就不错的感觉。一进门就是这样的，就比较有空间感的感觉，一直挑着，然后再往这边走，再往这边走呢，它是一个卧室，这个卧室门口就有一个洗手间，这个洗手间是个全卫，可以洗澡的，是这样的。所以这个房子一共五个卧室，一楼有两个卧室，然后这边是一个洗衣房，然后这个就我们指的这个位置，这是车库的门，然后它的楼梯是这种感觉。然后再往里走呢，就是一个主餐厅，主餐厅是实木地板，所以这个感觉很不错。因为毕竟我们要看的是性价比哈，一个房子有多好有多好，其实指的就是性价比。这个房子它$345,000的报价真的是很规整，很不错，学区又好，位置又方便，各个方面都非常的好，所以我觉得好。所以我有的时候感叹的哪个好，都是在基于这个价格的情况下，您不能拿它以更贵的房子比。这是早餐厅的位置，然后往这边看，就看到这个厨房，是这样的感觉。然后这个房子主卧在里面，sorry， 客户正在看房，漂亮的小 baby， hi， sweetie， 一个混血小宝宝，他们正在看这个房子，想搬到这边来。这个是主卧，你看主卧也很大，然后它有落地窗，还有一个15个feet的挑高，所以整个的感觉就是很宽敞很舒服，所以这房子真的挺不错的。然后洗手间的感觉是这样子的，然后包括都很新。然后洗手间往里走是它的衣帽间，衣帽间也蛮大的。然后衣帽间门口是一个马桶间，这个马桶间是这样子。这就是我们看的一楼卧室，二楼的话它也是布置的很好。宝贝，我们现在去二楼看看。我会这边呢，就是一上楼的一个 game room，这个 game room 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了哈，然后另外几个卧室都是在这边的。然后过来之后呢，你就看得到这边其中的一个卧室。这个卧室再往里走是一个洗手间，所以这边是一个套间。这个设计就很合理，因为这房子只有$345,000啊，这种设计真的很合理，所以保养的好肯定就是卖的也非常快了啊。然后这边呢就有一个公用的一个洗手间，这就是楼上有两个洗手间了，因为旁边有两个卧室，这边一个卧室，然后再往里一个卧室，所以这两个卧室用这个公用的洗手间，然后另外一个是套间。所以整体来看这个房子的整体感觉真的是非常的棒。现在我们就去这个院子看看哈，院子也很棒。
整体的实用性，整体的感觉真的都很棒。哎，到院子看看，院子方方正正的，有一个 patio， 挑不出太大的毛病来。9000多尺的占地，占地也很好，一开门就是一个 patio， 就在这儿，然后方方正正的院子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做了一部分的硬化，这样整体的感觉就真的很好。啊，总而言之就是这房子让我感觉就是，很值得，很值得，包括你看全部贴砖的外观，各个方面都觉得很值得，很值得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房子了。如果您对休顿地产感兴趣，或者对我介绍的房品感兴趣，欢迎加我微信，关注我微博联系我。我是 JJ， 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